这些，我们可能先手厨吧。首先我那个，可这个 boss 讲子哎，那我哪就可能啊？嘿嘿，唔过真正就好耍个啊，一些游戏又，我们上次玩就爱到了。我们那时候不是赚很大吗？等一下，你看，不是我在说嘴，我真的不知道他这个倍率是怎么样。那 这个倍率我们直接爱上了，你看他的那个分数啊，太猛了，太猛了。这游戏是佛心游戏吧？然后人这么好得分，你看啊，破一个，